演员李东辉、郑浩娟交往至今已经9年，对恋情很低调。两人虽然不常公开放闪，但还是常常被捕捉到甜蜜的小互动。近日，李东辉到美国拍节目，遇到爱看韩剧的计程车司机，忍不住炫耀女友就是郑浩娟。节目主持人郭俊斌与李东辉前往美国洛杉矶，找寻高卡路里的饮食。期间，两人搭乘计程车去品尝了多家司机们推荐的美食餐厅。其中一名司机透露自己是韩剧粉丝，李东辉马上问对方知道《鱿鱼游戏》吗，并表示里面女主角江晓就是自己的女朋友，也是自己最好的朋友。他还搞笑表示，虽然自己没有出演该剧，但跟里面的演员很熟。通常这样说的话，很多人会对自己敞开心扉，虽然会对女友感到有点抱歉。超诚实发言，笑翻众人。李东辉突然炫耀女友的举动，也让粉丝们十分激动。